我准备头发拉个直，剪剪那个发梢啥的。做完了，哎呀妈呀，4个小时没吃饭，等会儿我俩去吃点饭，就有点板儿，就是。2天以后洗完了以后就不会这么板了。对，你长高了。嗯，不让我别，不让我让往后边别。我在想，我晚上直播打播呀。剪了一块去，没那么长了，不过还是挺长的。吃饭去。妈呀，这头发又不能让，还不让别，还不让扎的。我先录个视频，录完视频再弄下来。粉条的。感觉有点干，不是很好吃。要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绝对不吃这个。一个是玩的包子，来。看懂了吗？先坐下来买包子吃。走了，咱有时间去吃拌面去了。完了吧？我今天有人要吃我吧，人家买了。拌面也不记得我吃。Thank you.